The Federation of Filipino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Cavite, together with various associations in the Filipino Chinese community, held a celebration of the 23rd Filipino Chinese Friendship Day. 非华商联总会联合非华各团体举行庆祝第23届非中友谊日大型联欢餐会。2024年6月7号晚，非华商联总会联合非华各团体假作菲律宾国际会议中心宴会厅隆重举行，以华人的血统非人的心怀为主题，庆祝第23届非中友谊日大型联欢晚会。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希莲、非华各团体代表、政商精英、华侨华人代表等数千人热烈出席盛会。非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施东方博士在致欢迎词时表示，非华社群为菲律宾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积极参与在全非各地的慈善活动，促进更深的理解、友谊和兄弟情谊。他强调，友谊的力量尤为重要，即便在面对分歧时，仍需努力理解彼此，保持联系并共同前进。通过有效的沟通和有意义的对话，才能够弥合差距，建立起稳定与和谐，推动区域和全球的发展。期待非中两国应继续加强交流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和地区的繁荣发展。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王玉参赞兼总领事应邀致辞，主讲人参议长伊斯古迪洛和马尼拉市长拉库纳也先后致辞，表达了对中非友谊的深厚情谊与未来合作的美好期许。随后，本次晚会还隆重举行了马尼拉大帆船 Manila Guardian 商业杂志创刊号的发布仪式。这本杂志旨在促进非洲两国商业交流，分享最新的商业趋势和资讯，嘉宾们都获赠创刊号一本。最后，各社团领导与商组诸领导们上台向嘉宾们祝酒。非华商联总会副理事长蔡荣卫带领祈祷，副理事长黄其昭介绍主讲人，秘书长严长江博士担任大会司仪，非中电视台主持人施梦兰和阿拉尔孔担任余兴节目主持人。整场庆祝大会在欢乐、喜气和热烈祥和的气氛中圆满落幕。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